OK， 好，非常的稀稀落落。今天为什么是公主？因为我终于要史上第一次坐游轮，然后我要搭的是钻石公主号，所以今天是公主的路卡。那我们出国玩呢很开心，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购买免税品。但我这一次刚好出国，我搭的是红眼班机。什么叫红眼班机？就是没有睡好的那种。所以我出国的时候是凌晨，我回国的时候刚好也是凌晨。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没有办法逛到免税品，这样就非常的悲伤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如果你搭的是红眼班机，要怎么样一样可以逛免税品逛到饱呢？而且要用最优惠的方式折上折去购买，那就是在网络下单。那大家就先打开世恒昌的免税网，然后在这个免税网里面看到的价格已经全部都是免税价格了。可是因为周年庆的关系，他们现在还有其他的折扣加入，直接到他的内湖旗舰店做结账，就那个很大栋的那个有没有？那个像百货公司的有没有？就到那里面结账的话呢，他现在的回馈就是结账金额的5%，但是这个5%的折扣是一定要到旗舰店才有办法得到的，就是如果你选择其他付款方式就没有办法。然后他们现在周年庆的关系，还有那个史努比的赠品都超级可爱的。但是大家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呢一定要在你坐飞机出国前的7天到4个小时前下标。你不要说什么我等一下出国了，我直接1小时下标，然后等一下他就帮你拣货，不可能，他们来不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间是大家要注意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先逛起来，订阅一下啦。Hello everyone， 我现在已经来到世恒昌的内湖旗舰店，你看这个地方多可爱！因为他们现在是史努比的周年庆活动，所以他这边就是有史努比的打卡墙，所以来这边记得先来这个打卡墙拍几张照，摄影师拍一下，漂亮，脚要延伸，延伸，腿，对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但是都不是重点，因为我们要先去结账。我上次在网络上下标的东西，我今天来结账。为什么到现场结账？我再跟大家讲一次，因为现场结账它会有多5%的回馈券。今天要拿这个回馈券在这一栋里面大 shopping。走，我们现在去结账。张师您好，跟您借一下护照。好的，谢谢。您的货都已经帮您准备好了。赠品的话，今天可以让您直接带回去。我这边。赠品超多那我先来结账，我等下来开箱。没有问题。拿出魔法小卡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嘣嘣，谢谢。不可能！来这边结账会有意外的惊喜哦，他会拿这一卡。什么意思？今天的总共消费金额是14321元。我记得我当初下标的时候是16000多。那我帮你看一下哦。Oh my god！怎么了？里面其中一个商品就是刚好今天就嘟嘟他给你直接打5折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要来现场结账，折扣什么时候来的这么临时，那么突然，那么 surprise 你都不知道，真的。赶快给我摔下去，谢谢。Okay, 没有问题。那这边的话就跟您确认一下，您今天购买的商品是，对，那这个是最重要的，今天的购物金。而且购物金是一个贴纸，全部是贴在身上吗？你有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不要，我是购物金716号。然后我们这边呢都有，就是您的提货地点的地图都可以照上面指示这样子。很方便哎，所以他这边对，因为我原本很担心，因为我是路痴，但他这边就很清楚跟你讲，你是要在哪一个地方提货，他就有清楚的标示你去哪里提货这样子，然后你就带着这一张提货单，然后当场拿给他们，然后再带你的护照嘛。对，没有错。然后就可以去提货了，然后他货物都帮你捡好了，其实真的很方便。现在要来开箱赠品。我最喜欢开箱东西了，然后重点是我觉得这次的赠品它的门槛其实很低耶，就是你只要消费12000，你就全部赠品都拿到了，12000真的很容易，尤其是我觉得他们那些品牌啊、精品什么的，我觉得都很好逛。是吸管，它是一个吸管的这个组合，而且还有副刷子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喝饮料的朋友们，自己携带吸管是比较环保的行为。这很可爱耶，它叫好好吃餐具组。这做好精致哦，好厉害哦！它这个套组我觉得很赞，这个套组就是专门感觉就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，你就带这一包，里面的东西都超实用的。还有这个是一个泡面碗，好可爱哦！天哪，它的质感真的很强。你们知道这个凹槽是要怎么使用吗？姜老师教你，这是可以放筷子的，然后这样子放进，好好吃哦！
真的好可爱哟、哦！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去逛街了。江老师，其实今天还有很多东西想要买，因为我刚好要出国的关系，所以我想要帮老公买一个那个斜背包。他自己跟我讲说他要买斜背包，然后还要买小朋友的一些衣服之类的。我们来去逛逛。而且如果去船上，应该要戴一些墨镜吧，对不对？不可以一直戴旧的墨镜，应该要戴一些新的墨镜，或者是一些度假风的一些洋装之类的。逛，走。我的脸看起来很迷惘，是因为太多了，真的太多，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逛。我现在这样，嘴巴这样，不是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说我要挑香水，它光是香水就超多个专柜，我觉得这里真的会逛到疯掉。还有那个 Labo， 然后 Chloe， 然后这个是香水大帝国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那个 Diptyque， 超多。我现在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最后我决定要有一种盲盒的心态。买李先生的香水，不是啦，我之前闻过，但是我忘记它的味道，可是我记得是好闻的。然后它是最后一罐，所以各位朋友，当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，我希望它进货咯，不然就是 sorry 狗没拿赛姐先喷。来，大家最喜欢买的 Jo Malone 这里也有，整间这么大，琳琅满目。我要来问一下最新的味道是什么？它每一年九月都会出新香。新的味道是英国梨跟甜豌豆。完蛋，好像会好闻。在我家会多一个那种豌豆那种清甜的香气在里面，没有这么浓。三十末好处就是随身放包包里面，直接补一次给你香到紧绷，怎么办？哎，这多少元？3300。哎，买了。它的盒子是梨子的形状，这个直接葛莱芬多加100分，太可爱。这超漂亮啦！这个很漂亮，怎么办？可以耶 ！Oh my！ 是你的手。没有想到，就这样购入了一个戒指。各位朋友，现在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楼层，也就是精品楼层。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害怕。我们刚刚呢，那这个保养品啊、化妆品那个楼层那种小打小闹，你说2-3千、2-3千这样子可以，哎，偶尔消费一下，哎，有点小任性一下还可以。这一楼是随便一个东西，你就是口袋深不深，一下就马上见真章。我们现在就来逛一下。我身后这个是 BV， 我从来没有 BV 的包，我能不看吗？不能。我完蛋了，我完蛋了，完蛋！这个紫色今年不买就是你，就是 low 爆，你完全没有跟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水晶紫，你又给我出这种名字，很敢呢、欸！我现在，我觉得两个都买，不可能，大家预算这样子，现在是这样聊天了就对了。来，要比买包，一个人挑一个来刷，大家来刷嘛，看谁口袋比较深了、啊。真的太可爱了。非常抱歉，这个帽子我必须买了。它整个做工非常非常精致，你可以感觉它整个这个车缝线什么的超完美，然后戴起来超挺，整个戴起来就是，你看我整个脸这样小这样尖，买！我跟你讲，现场真的会逛到你整个飞天，因为他们这些精品店家，我目前逛到这几间，全部都是在免税网上面逛不到的，所以你就是要来这边直接结账的时候，你可以拿5%的券在这边逛。当然5%的券是。是没办法做什么大事，但是你就可以现场逛，它有些现场特别的折扣，真的很惊人，好看吗？要买吗？Oh my god！ 有没有立刻时尚？立刻时尚！这个天哪！然后隔壁看到什么？凯旋门，哦呦，漂亮！然后这个很好看哎，完蛋！你看一下哦，就是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女，一上去。高级的美女都是美女，但是普通的美女，哇，看起来好凶猛财阀哎，然后这样披着这样子，这多少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不要，其他全包，
我那时候跟他交往的时候，我买手表给他，然后那手表就是6000-7000 seco 的。他整个说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，你现在拿去退。我说你为什么，我就想送你一个好一点的礼物什么什么的，就弄到最后我在那边大哭。哎，我说你都不想我送你的礼物了，你你你，然后他就说什么我不想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个东西给我，不需要这么好的东西了。我说可是我只想要你喜欢我这个手表啊，这就是我的心意，你为什么要拒绝，然后吵那样哭那样闹那样子。哎，然后后来我就不想买那么贵的东西给他，贵买了就是满身是伤痕，我不如就买我自己的，我都不会有伤痕。但是就是还是想要买好啦，那今天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决定就要买这个。哇啦呀呀，等一下，不可能，我刚刚说我没有要买东西了，我现在它剪裁真的好厉害哦，而且很舒服耶。它整个这里的就是怎么讲，它整个的剪裁看起来很挺之外，它穿起来不背，很奇妙哎！我要买，买到它整栋哀嚎，那可不可以放过我？我原本是来花了个5%的券，好了，但是就是真的证明东西非常好逛，他们的货都很漂亮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他们家经典到不行的蝴蝶结的鞋子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，因为我们系上有一个学姐，她上学，她每天只穿福高门的鞋子。然后我现在长到快要40岁，好像还是没有一双福罗高帽鞋子，说得过去吗？其实也是说得过去啦。它好可爱哟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们现在来到了一楼，一楼就是有很多伴手礼跟玩具，还有一些运动服饰品牌的区域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就想要挑几盒玩具送给我的。不能只有我跟爸爸有东西，我们现在来挑一下。我想说，欸，他们现在很喜欢宝可梦，小孩都很喜欢宝可梦，为什么宝可梦的名字那么难背，他们都可以背起来？然后我们叫他们背学校的东西，什么都背不起来，怎么可能？啊，这个好可爱哦！那我买一只这个路卡利欧，他们很喜欢路卡利欧。我现在学会路卡利欧这个人，我知道这个。光皮一结束之后，这个375啊，完全无可挑剔的 perfect 啊，这个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这个索尔加雷欧，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背不起来。我买了一个路卡利欧跟索尔加。我是谁？索尔加雷欧，真的太好逛了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来到这边，我逛了5小时。我原本就是想要把那个5%的券花掉。当然我是花掉了，可是我花了超级超级多钱，因为这里的东西真的太好买了，而且它那些价格太甜美，你们一定要亲自来逛，你们就会懂我在说什么。订阅一下啦，可以。我现在在松山机场，因为我要出发去搭邮轮了。我们现在就要到深圳场的柜台去取货，然后超方便，没想到超近，因为我是个路痴，但这边太好认，就你一入境之后，直接看到这边有一些商店，对不对？这边左边这条路。直接通往你要去过的康庄大道，对我来，真是脑袋快。看看我这小聪明，你好。我要出国了，谢谢。拜拜。等，我现在就在游轮上了，太享受了吧！然后一定要跟大家推荐，我上一次去深圳场买的东西，我真的超喜欢。你看这个包包。是不是超级可爱、超有度假风的？然后呢，我买了其他东西，我也非常推荐，像这一个那个爱马仕的香水，李先生，我觉得很清新，然后不管什么样子的女生都可以轻松的驾驭它的一个味道。这一个唇膏味超推的，然后它非常滋润，然后擦上去之后气色好，然后又不会觉得太夸张。这一个腮红完全颜值扛打，这个包装美到爆炸 ，Tom Ford 的这个眼影，还有眉笔。全部都是我在深恒昌买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正确的决定，我就是买了之后出国直接带出来用。那建议大家呢，在深恒昌周年庆的时候一定要去逛一逛，特别的就是像我一样，你要在网络上面下标之后，到深恒昌内湖旗舰店去做结账，因为那个5%的券很好用之外，很多馆内的东西都是只有馆内才看得到，网络上是看不到的。紫露比的赠品也超级可爱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赶快去深恒昌逛逛吧。那我就继续享受我的游轮假期喽，拜拜。去给我拖地，是吗？叫你煮饭，你煮不好是不是？你明天不用来上班啊？
我家就是七七八八个佣人啊，我不差你一个。